嗨，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呢老师要上华文课，请你们拿出来华文课本，然后打开第28页。打开第28页。那今天老师要教的题目是衣物和颜色。那你们看看图片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裙子是什么颜色呀？红色。来，我们读一下，红色的裙子，红色的裙子。我们看旁边，这是什么呀？短裤。短裤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来，我们读一下，蓝色的短裤，蓝色的短裤。下面，这什么呀？上衣，是什么颜色？黄色，黄色的上衣，黄色的上衣。那我们看旁边，这什么呀？背心，什么颜色？绿色，绿色的背心，绿色的背心。接下来我们看这边，这是什么呀？圆领衫，是什么颜色？橙色。来，我们读一下，橙色的圆领衫，橙色的圆领衫。这是什么？长裤，长裤。是什么颜色？黑色，黑色，黑色的长裤，黑色的长裤。那现在我们看下面，老师要你们准备铅笔。那你们看看，老师要你们选你们比较喜欢哪一双鞋袜，白色的还是紫色的。如果你们比较喜欢白色，你们可以圈白色。如果你们比较喜欢紫色的呢，你们可以圈紫色。那老师呢比较喜欢白色，老师圈白色。好了吗，小朋友们？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